一群红旗帮的海盗，统治着广东一带的海域。利用动画交替真人演出，再透过虚拟实境方式呈现，这部讲述19世纪广东传奇女海盗郑一嫂的女海盗成名之路，入围美国西南片男影展。影片由我国导演黄丹琪与法国导演摩根欧玛共同执导，还找来曾经入围过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的姚以缇担任主角。从妓院一路华丽转身，带领着红旗帮打败清朝海军，砸重金打造实体海盗船，丰富的美术特效配上动画，以360度视觉体验带领观众走进另一个时空，让观众你可以站回当年的海盗船上面，听到那些嘎嘎作响的木头在磨刀的海盗。除了女海盗之外，台湾还有其他电影也入围。街道展现浓浓台湾味，讲述蓝色团子头玫瑰到医院寻找母亲的故事。这是亚洲第一套 VR 逐格偶动画，这套由唐志忠、黄云贤执导的作品，去年就入选过威尼斯影展的创投计划。另外由李佩莹执导的《纯》，则希望让观众在虚拟实境中透过互动能有沉浸式的体验。已经有35年历史的西南片男影展，近年来已经成为全球互动式多媒体界的龙头影展，今年采线上与线下同步进行，民众透过 VR 设备进入平台，也能欣赏到这些远征国际影展的台湾作品。新闻麦浩里、王祖颖报道。